因為佢而家 RSI 就跌穿咗50，今日咧就落到41嘅。咁如果能夠企穩呢個1482，個 RSI 又上翻50樓上，咁同埋都要睇翻有陣時 RSI 上翻50咧，好似早幾日上個禮拜佢都試過喺51、52嘅嗰啲就窄界位咧，你就唔好作盡，最好係起碼去翻55啊企穩，咁咧就安全同埋可靠咯。立即赞好、订阅同埋 follow 我哋 ETnet 所有嘅平台，投资路上 ETnet 会同你一齐并肩作战。